里就是林冲三弟乡哦，马河村，啊，我种凤梨。之前哦，我买这一批的凤梨苗是很差的，结果我用了大力丸之后，我觉得它长得特别快。这个大力丸用了大概多久呢？差不多两个礼拜的。两个礼拜啊，哦，所以最直接的感觉是什么？哪一方面看得最明显？就反青呐。哦，反青啊，是啊，哦，就是它的颜色啊。哎，对。那田先生手上这个工具是这个施肥的工具吧？是是是。那现在有这个工具用起来，整个感受觉得怎么样？快很多了。快很多啊！哦，它就是一个把手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中空的。嗯，对对对。好啊，我们看这一区就是田先生的凤梨园啊，整个的。反青的那个效果蛮不错的，后续值得再来追踪观察，谢谢你田先生，谢谢。